队长，前面是疫情防控卡点，应该没有暴露，我们再跟一段。好的，好的。2020年3月初，云南德宏州边境管理支队的一组侦查员被指派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对一名嫌疑对象进行跟控。他就是往返，一直频繁的往返于这种瑞丽、昆明这种两个地方。通过平时你这个，如果看他的这种平时他接触的这人啊，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下来去这个易食店里面逛啊，住的这些酒店也是比较高档的啊，相当于符合这个生意的那种身份了嘛。嫌疑对象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一副生意人的模样，经常出入一些高档酒店。通过我们专案组的调查发现，大姐是外地的，且之前在瑞丽居住和生活过，对边境一线的这个情况呢，她有所了解，心思很缜密的一个人。通过我们接触下来，因为她这个反侦查能力特别强的嘛，我们在跟控的过程中发现，而且胆子特别大，胆大心细，这种属于这种一个角色。据外围调查，被列为嫌疑对象的女人居住地是昆明，她身边的人都称她为大姐。有人说大姐经营一些汽车美容方面的生意，也有人说她做珠宝生意，但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楚她究竟是做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意在支撑着她阔绰的生活。而大姐之所以进入侦查人员的视线，与一份情报有关。一名女人行踪诡秘，出入高级酒店豪车代步，光鲜生活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黑幕？大姐一线正在播出。2020年3月初，云南德宏州边境管理支队获悉了一份情报。我们这边是德宏嘛，就是掌握到有伙，就是内地的昆明那边的有一伙人要来到德宏这边，再组织一批毒品，要准备往内地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开始。虽然语焉不详，但这个信息仍然引起德宏州边境管理支队的高度警觉。如果情报属实，那么毒品在哪里，又会是什么人运输呢？随即，德宏州边境管理支队派出侦查小组展开了暗中调查。侦查员首先在辖区的各大宾馆进行了摸排，并注意到了这名被称为大姐的女人。平时他下来就是在酒店，然后就出去吃吃逛逛啊，到处逛，到处去了嘛，那瑞丽一片。侦查人员注意到，近期大姐不止一次去往瑞丽市，身边总是伴有一名年轻女子，还有司机模样的一名男子，并且无论入住哪家酒店，他们从来不用真实的身份登记入住。然后他在登记宾馆入住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采取的一些办法，就是没有在登记到这个入住宾馆的时候没有如实登记。2020年3月23日，侦查人员发现瑞丽市当地的一个女人出现在大姐的身边。这名女子姓黄，是本地人，之前因为吸毒被我们处理过。大姐跟凤姐两个人就一直走，这到这个更隐秘的巷道里面去交谈，大概交谈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然后两个人才离开。她接触这些人啊，她这个从事的这方式，然后大半夜的在交流了嘛，如果一个正常的做生意的人，不可能这个半夜那两个人这个会面了嘛。那么黄凤和大姐是什么关系？黄凤深夜来见大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吸毒人员黄凤的出现让大姐显得更为可疑。
在我们前期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不像是一个单纯的来旅游啊或者来做生意的一个人，就是用我们做案子的时候多说一句话，就是没有这么多巧合，如果有一件事巧合的话可能是巧合，这么多巧合放在一起的话就不是巧合，就是必然了，所以说他就纳入了我们的这个视野。侦查人员注意到黄凤出现后的第二天，大姐一行人就驾车离开了瑞丽市，这表明大姐这次来瑞丽市很可能就是为了和黄凤见面。当时我们怀疑应该就是东西呢可能是凤姐去接的，接来以后她把钱拿给她，这么一个关系了嘛，我们判断出来的当时。而且当时也通过这个外围这个调查也没发现其他人掌握什么其他这个线索，所以说我们就断定货应该就是在这个凤姐这边。经过研判分析，侦查人员认为如果大姐来瑞丽是为了毒品，那么黄凤很可能和毒品的卖方有关联。然后我们当时就在分析有可能交易地点就在瑞丽边境一线，然后我们就判断这个应该是由凤姐这边负责这个处理这些毒品，把这个货印上昆明了嘛，可能货只有她晓得在哪里，可能这个大姐呢她就不负责具体的下面这一些了。所以说我们后面把主要的精力呢全部转移这个到凤姐这边。随即黄凤作为重点可疑人员也被列为跟控对象。经过观察，侦查人员注意到有两名年轻的男子经常和黄凤一起出入，包括那天黄凤和大姐碰面也是由这两名男子驾车陪同前往。而经核查，这两名男子是胡某和董某，都是当地登记在册的涉毒人员。因为这个凤姐还有小伙子不住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吸毒了嘛，会啊，经常在一起吸毒，然后两个人见面平常也多。3月26日一早，侦查人员注意到董某、胡某再次和黄凤一起外出，而这次他们分别驾驶两辆车，就发现这个我们这个驾车这个小伙子就开着他这个越野车从陇川方向走了，然后他从陇川方向一直走，后来我们也判不明，因为这个到底判不明这个东西有没有带着了嘛啊，所以说也只能一路跟踪。那么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会不会是去交接毒品呢？带着疑问，侦查人员紧盯着一前一后行驶着的可疑车辆。我们专案组分析认为这是典型的前后探路绕关闭卡的毒品车辆，绕关闭卡的毒品贩运特征，在后行驶的黑色越野车很有可能就是运毒车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侦查员突然发现董某驾驶的那辆越野车掉头返回了。好，什么情况？队长，队长，前面是一线防控卡点，注意隐蔽，不要跟得太紧。好，知道。好的，知道。当时我们真的是没判明这个情况，我们不确定这个他们是不是拿着这个毒品往上走了，但他们也是一直跟着，后面他们回来了，我们就更判不明了。这一意外状况的出现让跟踪的侦查员很是疑惑，这伙人是不是对侦查员的跟踪有所察觉呢？还是他们自己的计划有变呢？为弄清事实，侦查员分头对可疑人员进行跟控。经过一路跟踪，侦查人员注意到吸毒人员董某、胡某驾车绕道回到了自己的租住地，黄凤则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当天外出的目的是什么？可疑车辆内是否携带了毒品呢？为进一步弄清事实，那天深夜侦查人员悄悄靠近董某的车辆进行查看。因为刚开始去到以后我们也不敢这个去观察了嘛，就一直在外围这个等着，
等到差不多三点多的时候，半凌晨三点多，我们才敢抵近观察，发现就是那个车子的那个后备箱里面有很多就是编织袋，大大的编织袋。当时在我们初步掌握的过程中，知道这伙人会运输毒品，但是没有想到数量会这么大。然后在他这个返回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路线也不是很正常，所以说就基本上就可以确定那几个编织袋应该就是毒品了。经过研判分析，专案组认为，如果车内的可疑物品真的是毒品，那么黄凤一伙人很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动作。果然，3月27日上午10点多，侦查人员发现董某和胡某驾驶那辆载有可疑物品的越野车离开了租住地，就从他们的出租房去这个凤姐家里面。然后我们在这个凤姐家外面监控的人就发现，哎，车已经到了。然后过了一下，这外围人员就发现，这个董发金、胡艳玲两个人就把这个车上的那大袋的东西，然后就搬下来。动了！上！不要动！别动！大家看看，你们干什么？不要动！有了，先铐起来。走开！经过检验称重，被截获的这批可疑物品的确是毒品，重量约为139.02千克。这么大批量的毒品很是让人震惊，那么这批毒品来自哪里？如果不是被截获，又会被送往哪里？已经进入侦查部门视线的大姐是这批毒品的买主吗？对于这一重大案情，德宏州边境管理支队高度重视，加大警力对该案进行延展调查。频频出行，目的不可告人，穿针引线，织就罪恶之网。大姐一线正在播出。很少见的，一般像我们这边查的那种大一点的案子，都是这种20-30公斤啊，30-40公斤这种，上百的还是很少的。包括就整个云南来说都算很少的了，当时我们办案的侦查人员之间都感到震惊。黄凤归案后交代，这批毒品来源于境外。天是他们那边送货的过来，那天下好送货那天过来是。根据黄云凤的供述，他是也通过了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中间人呢又在缅甸。然后在他的这个交接的过程中呢，这个毒品呢也不是人对人的交接，是东西放那个毒品放到一个特定的地点他去拿的，所以说这个环节他这个毒品的来源只知道是在境外。据查证，黄凤有亲戚在境外，在和亲戚来往的过程中，他得知了买毒品的一些渠道。黄凤自己并没有经济能力买卖毒品，而他因为吸毒又很需要钱，于是黄凤就在买卖毒品的人之间游走，牵线搭桥，以此谋利。也就是从可以说嘛，也就有点好处嘛，我有点好处的事情哪个干嘛什么？他不想，他不想做下一回，他要是不给我下一回，我当然不叫他做嘛。关于这批毒品的去向，正如此前专案组所掌握的情报所说的那样，黄凤原计划将这批毒品运往昆明，而昆明那边负责对接的人就是大姐。也是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接触？我做什么事情肯定要有个来龙去脉嘛，那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是叫他把你带东西就带东西了。我们两个认识，我那次就说过了，我们两个认识了好长时间了，在电话上聊天是吧？电话上聊，第一次认识是。据黄凤交代，2020年3月初，远在昆明的大姐主动联系了他。他本来就是吸毒人员，然后以前可能就是在，
买私食的毒品的过程中，和黄云凤就有了接触，就掌握到这个黄云凤应该有能力能组织到这个毒品。黄某对瑞丽的情况他又比较的熟悉，大姐搭上这个黄某的这条线以后，二人他就商量，共同商量由黄某在边境线汲取毒品，并安排人将毒品送到昆明，然后黄某就从中收取50,000元的好处费。据黄凤交代，大姐提出让她在境外联系购买毒品，并答应给她一笔好处费。对此，两人一拍即合，并进行了分工。跟她是多年的朋友，然后可能周少辉那边又找货源，这个货主买货人，他那边就找到了资源，就是买货的人。是这种一个情况，然后凤姐才去联系境外帮找毒品。此后的一段时间，大姐不时来到瑞丽和黄凤商量相关事宜。得知黄凤已联系好境外的毒品后，3月23日，大姐又一次来到瑞丽，两人商定了毒品的运输方式和利益分成。黄某的工作情况，就是这个毒品是由昆明的周某安排他在边境一线拿毒品，拿完之后安排司机送到昆明，他从中赚取这个好处费。中间的话，如果这个驾驶员这个司机了嘛，运送这毒品的人可能还会再给他一点，有的时候呢这个2-3万，有的时候5-6万这种。3月26日凌晨，境外毒贩将毒品偷偷运到了境内。黄凤担心夜长梦多，决定立即把毒品运往昆明。于是他找来常在一起吸毒的胡某、董某等人，让他们帮他一起把这批货运到大姐手里。不想在去往昆明的路上，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宝山那里有一个检查站嘛，就发现就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一个全线的封控，他们是没办法渡过这个检查站的，怎么绕都绕不过去，他们最后就没办法。由于疫情，当地有关部门临时在相关路段设立了一个检查站，对所有过往车辆进行核查。因为车上装有毒品，黄凤他们不敢接受检查，只好掉头返回。而这一幕也被跟踪的侦查人员目睹。自驾车辆运输毒品失败，黄凤只得另想办法。想来想去，他觉得用货物夹带的方式也许能逃过检查，并想到了此前认识的大货车司机王某。两个月，哎，好像是后背的什么，是后背的啊。我说这个应该是大车驾驶员，他是动了歪心啊什么。那后期有个机会，他就说，哎，你们下边不是还有个别的东西吗？那就等我了。你当时主动问你呢？他就问我说：“好像你们下面也有个别的东西拿呢。”我说：“拿什么？拿违禁品啊？你问他了吧？”他说：“违禁品。”我说：“拿违禁品。”我说：“他拿什么找钱嘛？”我说：“就拿些东西找钱啊！”我说：“你要干啥？”随后，黄凤便联系了还在外地的王某，让他立即赶来瑞丽。而在此期间，那批毒品还在董某的那辆越野车上。为确保王某来接货时不出差错，黄凤让胡某、董某把毒品送到他的家里。然而黄凤没想到，侦查人员在他的家门口已经守候多时。放毒品！别动！你在干什么？面对无可争辩的事实，黄凤决定争取立功，以减轻罪责。黄云凤主动提出来，他想这个争取立功了嘛，然后就联系了大车司机，然后大车司机呢也就一直下来着。然后后来我们到这个龙陵的时候，我们就将大车司机这个抓获了。至此，毒品被截获，涉嫌运输毒品的嫌疑人也被抓获归案。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一个环节，就打得就比较完美嘛，就基本上都被我们抓到了，然后再为下一链条的打出就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作用。根据此前的调查，
这批毒品原计划被运往昆明并交给大姐，但据黄凤交代，他认为大姐也不是这批毒品的买主。他那几些钱当中嘛，就是他给厂的股份呀，或者这些了嘛。我想着啊，我想着嘛个，实际嘛我是晓不得，真的晓不得。但是我想着嘛啊，就是为了我做事情呀，搞他风格嘛的。我想他应该是有股份的。那么，大姐在这起案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还有什么样的涉案人员躲在暗中没有被发现呢？只是掌握到这个毒品到昆明，但是到昆明以后具体要怎么处理、怎么走，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不掌握的。等毒品引进到了昆明之后，要周朝会在那个黄云峰和周朝会在单线联系，然后他们再各自安排各自的人员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进行这个毒品的交接，不清楚对方是谁的，只有到最后一刻了才知道。经过研判，专案组认为大姐已是网中之鱼，不急于对她实施抓捕，应尽快摸清所有涉案人员的情况，争取一网打尽。在德宏方向，就是对抓获的这些嫌疑人开展审讯工作，争取获得更多的详细的信息，同时也派出了这个民警前往昆明。抵达昆明之后，侦查员首先对大姐周围的人进行细致摸排，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侦查员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可疑人员的身份。我们公安局来了，我们是公安局的。没事没事，跟你没事，你别好给我。把他打上车了，把他打上车，给两个六十几，六十几。三了。你给杨姐把他打上车了。三了。好。你要配合我们啊。好。啊，我们是德宏州公安局呢，啊，因为涉嫌运输毒品，我们现在对他进行拘留，啊。为哪样呢？我已经跟你讲了理由了。据初步调查，落网的王小菊和大姐是近亲属，大姐是王小菊的姨妈。但是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天然的亲情，更多的是巨大的黑色的利益。此前大姐每次去瑞丽，王小菊都跟随左右。那么在这起毒品案中，王小菊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她的归案也让更多的事实真相浮出了水面。欲望作祟，他们编织罪恶之网，重拳出击，难逃法网。大姐一线正在播出。归案后，王小菊对跟随大姐去瑞丽等地参与贩毒的事实供认不讳。周朝会是什么人？我姨妈。嗯。周朝会做什么的？平常没有工作。嗯。但是呢，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违法犯罪的勾当？有关毒品的吧。据王小菊交代，她相当于是大姐雇来的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大姐的出行安排以及账目往来。那这个整个事情过，整个这个事情过程中啊，你主要做的什么？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负责。我只负责订房间、吃饭、给钱。他在从中的一个角色就是属于一个会计，然后他和周某还有杨某等人从昆明到瑞丽来，他从中一直保管着钱，中途的一些路费都是由他来支付的，所有的开支运输毒品。而根据监控录像，大姐在瑞丽期间除了王小菊，还有一名男子也跟随其后。经核查，这名男子是大姐的男友杨某。在王小菊归案的当天，杨某也被抓获。老大，
这秦天航的东西。因为他跟周朝辉是这个男女朋友关系，每次下来不是开他的车就是开周朝辉的车，下来呢就这个衣食住行全是周朝辉负责的，全包的，不让杨子光出一分钱的。然后下来一次还可能会额外的给他这个1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报酬，10000到20000块钱左右的报酬。但具体他了解的情况确实不多，周朝辉不会告诉他太多。随着与大姐来往密切人员的相继归案，专案组认为抓捕大姐的时机已经成熟。显然大姐的家人很是震惊，无法接受大姐涉嫌贩毒而被抓的事实，不停地与办案人员争辩。相反，大姐则显得格外平静，也许她早已料到自己有这样的一天。就这样，在警方的视线里活跃了一个多月的大姐终于落网了。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的？不清楚。不清楚啊。我们再次告知你，你是因为涉嫌运输毒品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不清楚了。你的罪名，你现在是涉嫌运输，被怀疑是的，涉嫌运输毒品罪的犯罪嫌疑人，啊，可懂了？啊？懂了。周朝辉，我们告诉你一个，公安机关民警在黄云凤的住处及住处外的车内查获用观音王包装的晶体状甲基苯丙胺可疑物139包。民警查获的毒品是谁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不让。大姐很清楚，参与买卖贩运毒品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为逃避打击，对于办案民警的讯问他只是一味的逃避。去黄云凤家去干什么？嗯，黄云凤家没去这个，我就是去过他家一次嘛。你和谁一起去黄云凤家的？什么时候？你一共去过几次？我去他家多了，从认识我的就真的去他家多。不怕，你都说。你刚才不是说只去过一次？那你是说你哪天我去过他家真的很多。大姐不承认有买卖毒品的行为，但她对于几次去瑞丽见黄凤的缘由，言辞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而据王小菊交代，她随大姐几次去见黄凤，主要是交付给境外毒贩的毒资，经他手的就已经给出了200多万元。货款一共308万，对吧？先给他们总的是说好，先这次只给他们248，然后1060嘛，总的是308嘛。哦，明白了吗？哦，剩下的到时候再给是吧？嗯。等卖了再给，是不是这意思？是等小云凤接到货以后再给。但是王小菊说，那些钱也并不是大姐的，她也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而这一说法和黄凤的供述相吻合。那么大姐给出的那些毒资又来自哪里呢？那300多万钱都是周朝辉的卡里面的，还是现金？现金。现金放在什么地方？后备箱。没有，他得这么多现金，你肯定要么从银行取里面，要么放在家里面拿出来的，对吧？对吗？对。
在哪里取出来的？在周朝辉家，在你家？啊？嗯，这个有什么不能讲的吗？嗯，还是在魏怀志那边。魏怀志给的。犹豫再三，王小菊说，买毒品的钱是她的前夫温志交给大姐的。我们是分开的，但是可能因为有孩子，还是会。他的作用你清楚是吗？他的作用我并不清楚的。他只是负责拿钱吧，送钱给我们。他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嗯，他没跟我讲。其实此前办案民警也已经注意到了温志，他不仅和王小菊来往密切，更为可疑的是他和大姐也时有碰面，而王小菊的交代印证了办案民警的怀疑。随即，专案组下令对温志实施抓捕。你啊，你住在什么地方？自动乐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朱家村。自动乐。我自己先把钥匙拔掉吧，钥匙。据了解，温志没有固定职业，合法收入有限，但他却拥有数辆豪车。当天，侦查员还在他的家里搜查出大量现金。魏怀志就是闲着没事做，在昆明之前就是到处打工。抓获魏怀志之后，我们就从他的家中搜查出了这个60万元人民币，60多万应该是。根据他的这个收入情况的话，他不应该有那么多钱，应该就是这个购买毒品的毒资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审讯，专案组发现温志也不是毒品的出资人，贩毒的链条仍在延伸。你这边这个整个案件的话，这个你觉得在这个案件里面你是起到什么作用？你自己是中间人的作用是吧？因为周朝会他也对接不到这个毒品的买家，都是魏怀志在对接，只有魏怀志知道这个事情。那魏怀志就跟我们供述，这个还他其实只是这个中间人，但他又不了解真正要货的老板是谁，跟他联系的也是一个中间人，就是那个李某。4月3日，侦查人员再次出击，将另一名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梦30多岁，他呢也是一个吸毒人员，吸毒前科人员，而且他吸毒呢是跟这个魏怀志一起吸的，他们今年才刚刚被处理过，就是有这个毒品这个购买者出资方，然后出资交给李梦，李梦呢再拿给魏怀志。据了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比较明确的事实是，李某仍然不是这条贩毒链条的终端。就差是最后的这一下，就能整个链条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的把这个团伙全部收进来。虽然说是这一次，没有把他这个最后真正的后面的人，就是抓获归案，但是他在这次的毒品犯罪中，已经留下了很多的蛛丝马迹，露出了很多马脚，下次他就跑不了了。至此。专案组多次出击，13名涉案人员先后落入法网，查扣冻结涉案资金150余万元。据了解，大姐温志、王小菊、杨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黄凤、董某、胡某等人则因涉嫌运输毒品罪而被逮捕。